UFM 1003天气预报。今天天气在早上较迟，还有下午较早，东部、南部和西部都有可能会下雷阵雨，气温介于26到34度。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，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，而且它容易清洗，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。